伊今仔阁无，安尼咱是毋甲伊反对国旗？反对国旗！终止国旗！终止国旗！请教一下，咱遮个地主居民，有人接受到通知单？无。有人接受到通知单无？无。区公所有通知无？无。里长有通知无？无。今仔日，咱遮个民众，今仔日上是上班日，所有个政府官员拢会使来上班。阮遮个人，大家阁爱放下家己个低头，放下咱个骨啦，请假请假，好，我都来到遮。但是阮拄仔要强烈的表达，开发单位是为了开发而开发，一条无应该个路线。政府个政策，好个政策，一定大家咱来支持，咱来鼓励。今仔日开第二阶段范畴界定会议。打破台湾历史纪录，开14遍啊！内底决议的替代方案竟然下掉。那请教一下，这个国道七号10年前规划660亿，10年后今仔日物价指数已经加过，已经要超破过980亿啊！请教一下，台湾的人民足有钱吗？台湾的政府足有钱吗？为什么为着一条开发案，无论如何，予阮的感觉是一定要开发？咱今仔只是要甲阮开发单位表达一下，你今仔来遮开啥物会？你要通知啥物人来？阮完全无人知。搁再来要求开发单位依据《环评法》第10条，因一定要提替代方案，不管伊甲公园路案砍掉，甲高坪、甲地砍掉、甲原方案嘛砍掉。伊今仔日，恁唔好为了开发而开发，一定如何要画出一条最好规划路线的替代方案出来。我是希望讲吼，一条国际热热等，袂使干那今仔日伫大寮开一场尔，应该呢，伫个沿线哦，比较重要的都要让我们沿线的居民都清楚了吼。这条国道七号，伊的起点就是伫南市路遐开始，我住伫遐，我知影讲这条路是险恶设施。在阮大拉埔后壁头，林下郊区，空气污染 ，VOC、SARS、NOS 一大堆的污染已经足多啊！阮无爱搁这条国道七号来遐走，来遐有动车，有车伫遐咧经过。啊，搁再来第二点就是，阮伫遐5、6年前伊要规划的时阵，阮嘛无接到通知，一条国道七号要经过阮兜的厝顶尾，我嘛拢唔知影。这是我要反抗的，这是我要建议，我要抗议的代志。再来呢，因为咱国道七号呢，造价造长23公里，造价600多亿，经过这6、7年物资浮动，还有预算编内，可能已经要超过几千亿个啊。那甲伊算开，这条国道七号23公里，伊1公里造价等于有40多亿。再来呢，因为伊就是迄到大厦林务，这明明就是一条有计划、有阴谋，要征收农民的地区、地方的土地的财产，要做一条酒化专用道，啊，搁有废弃物运输道，这毋是要为咱百姓、为咱人民，要做的一条互咱方便的路。这是一个险恶设施，是政府伊家己完全为着伊个利益去规划一条道路。再来是有关路线的部分，我们在做重设的部分呢，是我们所原来提出的一个主方案。那我们在第一次的一个说明会，刚才有提到第一阶段的一个公开说明会，在102年的年末，我们在地方办理的市场
说不会。那有一些民众哈，曾经提出来，在大寮这边有一段光明路啊，但是目前是三十米的道路，看起来状况很好。那些高平溪的溪镇，我看起来好像有部分地区没有建筑物不是很多，有没有可以提出这样的一个方案？那但是呢，我们在讨论的过程中，有副议长还有相关的一个留守的民众啊，非常多，他们认为这样的方案其实并不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效益。同时呢，可能拆迁量也不会比原来的方案还要少，那甚至是费用会更高。那依据这样的一个想法，那我们开发单位呢，针对这样的一个不同的一个意见呢，我们对准它进行了一个初步的一个评估。我们曾经在可行性阶段，针对整个区域曾经做过这样的一个评估，也包括了刚才所提到光明路或者高平溪汽车案。那无论就效益面来看，它都没有原来的高那个主创案来得好。同时呢，它对于国道一号的一个疏解的效益呢，也非常的有限。那由于呢路线的长度可能变长，那甚至于部分地区可能需要有隧道或者是更长的一个桥梁，就费用更高。另外呢，有部分地区这看来这红色的情况就是原来的建设区，所以这边的拆迁量并不够原来的主创案还少。那最后综合评估，当初在可行性阶段，其实认为它不是我们会达到像计划目的的一个方案。那也要考虑到相关的一个路线跟主方案的变动太大。那未来即使环评，我们即使环评认为这样的方案是可以做的话，其实也不能够继续来作为细部设计跟施工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原因就在于我们刚刚提到的国道建设的一个整个作业程序，它必须要从可行性开始做起。因为这样的方案并不是原来行政院所核定的这条方案，所以在环评审查过程中，这样的方案就等同是一个新的案子就是必须要重新办，所以也就不构成所谓的一个替代方案。因为在地的居民，我大相信无几个人足了解这条路，至目前是行到什么程度唔忙去往偏啊牵咧行我真安尼确定一只这个我未讲的公平路、高平溪的拢取消啊大家拢捌伊嘛看清楚，唔忙分开不过阮的书记，阮的迄个要求，你爱阮要求吧？都是安尼讲，大家公平的嘛。我就头到尾到，我叫恁开大的预报啦。唔忙安尼公家员啦，我嘛是人啊，我嘛是大了人啊。当时我敢会当讲大了人无争取阮大了人的权利吗？到有人了解讲这条路做的用意是要创啊？这条路做的用意就是要系因的石化专用道啦，系因的石化专用道，石化专区就是指咱的大拉埔，按咩系来运输这石化，运输甲迄林木，你感觉讲这条来开大了好吗？这沿路规个，经过咱的迄落凤山桥、凤山水库，咱进遐迄个山呢，好好。你要好调，你感觉咧？有人讲来争取交流道，交流道位在位阮兜去啦。结果咧，下骹到路，下骹完全无路啦。拄啊交流道来，好着啥？好着加油站啦。安尼大家都有了解，若无了解，爱去了解一下，唔通往边啊干咧行，这条路拄啊好做是咱的，啥物叫做岐山断层？对几个人知影？够有人清楚？无人清楚，啥物叫做岐山断层啊？是不是？你是岐山断层，伊迄下地动的时阵呢？这条迄动是要安怎？够有人去了解这个问题？为什么阮咧反对？阮咧反对啥？人环评第一阶环评的时候，伊的结案有讲哦，人环评委员有讲哦，我哩明了哦，环评委员有讲哦，并提替代道路不应开发，进这条也不应开发，并提替代道路因到安尼做，无安尼做，